这间工厂上方巨大的松鸦上正俯瞰整个文创大街，以松烟常见鸟类为主题的鸟语之妻在五号道路欢迎大家，会移动的长颈鹿则不定期出没在园区各个角落，还有13种动物隐身在松山烟厂的消防栓箱上等你来集章，在巴洛克花园的时空任意门则带民众一秒抵达动物园。这是松山文创园区的夏日松一下活动，今年暑假首度与台北市立动物园双园合作，将松山文创园区打造为夏日限定的轮印松烟动物园。这一次的这个夏日松一下呢，特别主题是这个松烟动物园。那松烟动物园顾名思义就会有很多的动物，那是表示呢我们松烟呢特别呢注重呢在生态的教育啊，这个环保的这个议题上面。那当然动物园呢，真的是我们有跟台北市立动物园啊，有双园的这个串联的合作，所以我们有这个消防栓箱的这个啊动物的这个集章活动，很受小朋友的欢迎。那我们的周整个松烟的这个场域里面呢，也有许多的这个艺术的这个动物相关的装置哦，欢迎呢这个朋友们呢能够借由夏日的这个时段呢时间呢哈，能够来松烟呢那个游玩。夜晚的松山文创园区更加精彩，由松鸦赏与智利动物园等动物偶为主角的光影 Party 动物游行，透过光影和声音变化，生动地演绎松烟及濒危动物的故事，希望让大小朋友在园区留下深刻的记忆。因为夏天天气白天特别的热嘛，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能够借由这个夏天的时候呢，晚上能够让大家能够有地方可以去，有地方可以玩，所以我们特别呢就准备了这个动物的这个光影游行。我们总共整个夏天有5场的这个光影这个派对游行，有许多的这个动物的偶啊能够来跟大家一起同乐。我们也广邀这个除了动物园的这个偶装啊，还有这个其他的各个单位的偶装，大家都可以来看，每一次可能会遇到你心目中想象中的不一样的偶呢，都非常的吸引大朋友小朋友的欢迎。摆脱传统展示方式，强调互动体验是夏日松一下的活动重点。像这一座会移动的长颈鹿，就对应到主题早早露露，邀请民众来松山文创园区玩一场躲猫猫游戏。蛮特别的吧？就以前没有看过这种特别的形式，就是直接放在外面之外，然后那是它的色彩的混杂度跟。然后中间有一个空洞的那个形式，在一般的展览都没有看过。晚上才有的光影 Party 动物游行更获得游客好评，直呼是台北市最好玩的夜间活动。大部分都看到可能是喷水类的啊，或者是码头，它七月的时候它是有是烟火，可是就比较困难，想要带小朋友，因为可能是交通会比较塞车，然后所以后来考量就是海鲜没有去。可是如果是像这样光影的话，小朋友有地方可以跑，我觉得比较好。除了各式活动，松山文创园区更首度出版旅游小书《松志》，内容包含4条风格路径和日常视角，提供民众探索游玩这一片融合历史与现代的大松烟基地最佳指南。整个大松烟基地，因为从神明24小时到这个大巨蛋的周边哈，有许多的这个店家哦，还有许多的这个内容，慢慢陆续的都开了。那我们也希望同时间啊，让游客一次就能够了解这个整个大松烟基地各样的资讯内容，所以我们把它汇整在一本手册里面，希望呢能够带给游客更多的方便。暑假期间，松山文创园区还有更多样化的文化体验，包括达文西体验展、猎人实境解谜游戏及松烟风格店家卖店主题展、小高潮旅行社等，邀请民众把握机会，一起来园区感受丰富多元的文化飨宴。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。